2000年在台湾成立的藏密南卡琼中佛学会，透过各种共修法会，使南卡琼中传承在台扎根。为了使南卡琼中传承在台湾扎根落实，台北市藏密南卡琼中佛学会设立至今，除了噶巴多杰仁波切到各国弘法，每个月由仁波切率领喇嘛们举办各种弘法活动。我们南卡琼中传承哈，就是大圆满法啊，然后这个大圆满法组织呢，就是从福兴王如来、金刚萨埵，然后呢，噶拉多杰、悉利僧哈，然后再来呢，就是莲花山大士啊，这样子传下来的这个速生的法，然后就是再来呢，我们宁玛巴的龙千巴大士啊，这个大圆满的很持有者，然后后来呢，继续陆续来，然后联系的大圆场的这个圆场取士的哈、啊、大士啊，这顿珠灵巴，然后顿珠灵巴呢，再来呢顿珠啊迭迦贝玛迭仙迦罗，贝玛迭仙迦罗迭迦法王呢，这个是我们的传承，然后再来呢，就是这个传承呢，慢慢呢，这迭迦二世呢。我的父亲啊，迭迦，迭迦第二个迭迦，然后像我是现在是跟他学的这个法脉，然后主要是龙千巴大师跟顿珠义士的这个法脉，这个从贝玛迭仙迦罗迭迦法王传下来这个法，名字是这个是南卡琼中啊。然后再来呢，迭迦二世呢啊，我的父亲呢，然后就跟顿珠二世还是学习啊，然后呢，我们的现在传承呢，顿珠义士跟顿珠二世。的法脉都这里圆满啊，而且呢，主要是哈龙千巴大师大圆满，以及顿珠一世二世的所有的大圆满的传承到我们这个教室南卡琼中传承。南卡琼中佛学会在噶巴多杰仁波切的带领下，期望利益有心习密之传承行者。时邦新闻记者赖依荣台北采访报道。